请吧。啊？别愣着了，来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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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。想办法。许个愿。吹蜡烛。这个蛋糕是我跟杰森学的，昨天晚上亲手为你做的，也不知道好不好吃，要不你试一下。怎么样？还可以吧。不满意啊？我还有一个更特别的生日礼物想送给你。跟我来。干嘛？礼物在那儿。对，在这儿。到底要干嘛？你一定想问我为什么要带你来这儿，还要走过刚才的每一个地方，对吗？因为这里记载了我曾经所有的美好，还有撕心裂肺的痛。但是从今往过去，这些都过去了。
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造就了今天的我。由于我之前的经历，让我从这个学校走出那一刻开始，直到遇到你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不再相信爱情了。许多，我要谢谢你，让我又有勇气去爱一个人。我想要和你一直演下去。我爱你，俱乐部的兄弟，谢谢你们啊！在哪儿啊？我替彤谢谢大家。你们就保持现在这个队形，再保持个十分钟吧，十分钟够了。十分钟？哎，这可能啃十分钟吗？这十分钟还得控制呢。老树发新芽，干柴遇烈火。我告诉你，十分钟不一定够。什么呢？这么浪漫的时刻，你们不要破坏气氛。哎呀，知道了知道，你给我看一下。我就不给你看。你赶紧看看，我闺蜜大好事。行了，我闺蜜大好事。什么发现？这无人机阵列，再加上我们这烟花，气氛可以呀、啊！我想哭了都。我忽然搞得那么感动。谁在放烟花？哇！想不到我也会这么浪漫吗？啊？谁说理工男不懂浪漫？啊？冬雨，你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搞了那么多浪漫的事。